歌比较。哦，这个蛮好，好，蛮好玩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多少钱？100块。哟，两位大叔，哎，杨叔买好了吗？那老选的好啊。南横不太好走，你就继续往南回走，好啊，过去好不好？好啊。皇帝送温泉嘛？对，开动，好，走。请说一个指令。播放《晋级的大叔》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出发，往台东前进，往台东前进。但是我们这次因为风灾的关系，照道理高雄直接过去到台东是最快的，走南横嘛。但是因为最近风灾比较严重，所以一直在修路，所以我们就走南回，然后可能要花多一点点时间。但是我觉得。我给你看看不同的风景。对啊，也蛮好的，因为这些地方我都没来过。我也没来过。你有来过吗？台中这边没有，但是台中也来过。对，这边总算没有你的痕迹了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立宋泡的温泉，哇、哦，我不知道那个温泉是怎么样的温泉。我听说走下去那边好像要花一段蛮长的一段。对，导演说他差点回不来，这蛮好笑的。绕过了南台湾，来到台东，晋级的大叔要前往全台最美的立松温泉。立松温泉被誉为南横的女赞，但是2009年莫拉克风灾之后，南横公路被摧残殆尽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路段依旧在施工抢通。好久哎，对啊，还没有看到立松温泉。嗯，哇，哎，这块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的。绿落还是村庄啊？那我们下去问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开车下去问一下。好啊，走。哎，我下来跟上来看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哇，哎。好像是茶园哎，老板你好，老板你好，你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那个有机茶园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知不知道立松温泉？还要翻这个山过去啊，所以还要上去，然后再下去。哇，还这么远啊？对，还有一段距离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其实我没有来过台东，我们也没有去过立松温泉，你有办法带我们过去吗？有了，但是我要先。把茶园的草全部拔完才有时间带牛上去啊。哦，为什么茶园要拔草啊？因为我们做有机茶啊，然后这个草就是要成为它最好的养分，所以我们会让它故意的让它长得这么高，然后我们再用那个探头去给它砍，这个就是最天然的肥料。现在其实这个时候的茶要被虫吃，它才会有蜜香的味道。要给它占点便宜。对，给它吃一点吃一点。那还是可以帮我拔草，拔完之后我就带你过去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这两位大叔帮你拔草，我负责喝茶。好啊，那你如果一个人的话，你这样弄一片要多久啊？一天。哎，我们要快点好不好？对对对，那个我们离立松温泉还有一段距离，我们动作快点。对啊。这个是茶叶，那个不是茶叶。哦，对，这边还这个。对，那个要拔掉。哦，哎。有茶油哦，原来是它哦。没有，这是另外一种，现在市面上的苦茶油不是这种茶哦，还是另外一种品种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吃哦。你说真的假的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是它比较硬啊。什么味道？我们是没吃过的。你还跟我讲说可以吃？这是可以吃，但是我们不常吃啊。哦，不常吃哦。我这边有一颗哦，很苦。嗯哦，但是有香味，哦，好苦，真的好苦。嗯，因为现在有苦茶油，所以比较少的用乌龙茶的那个种子去做。这个是乌龙茶，对，这是清新乌龙。哎，谢谢你们帮我拔草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我家喝冷泡茶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树啊，树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什么东西？芒果。看起来很像，超像芒果的。这个就是爱玉。
艾玉米的艾玉。原来艾玉长在树上哎。嗯。啊，一般都是八月到九月这段期间，它才可以采收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一颗熟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了跟你看的一样吗？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我可以接。OK， 嘿嘿，来用力拉。哦。这个就是艾玉。对，就这个就是艾玉。哎、欸，我好会采艾玉哦。怎么做？它怎么样？它打开之后，里面就是黄黄的果冻吗？不是不是，一般来讲，采下来之后，我们就要先削皮，然后拿来晒。我们在一般我们都是用汤匙把它刮下来。哇，好麻烦。然后刮下来之后，然后我们才可以洗，还要洗。对，洗它才会变成艾玉冻啊。怎么个洗？要拿这边最好的那个天然水。我好奇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好啊，那我等一下去家里削看看了。好啊，好好好。Masa 说，野生艾玉已经非常少见，也只有像力道部落这种没有过度开发的地方才能随处可见。海拔1068公尺的力道部落，是南横公路东段较大的一个布农族部落，四周群山环绕，景观十分优美，有如世外桃源般的宁静。所以这个就是艾玉。对，要几个这个才有这样？我要差不多五六个。所以这怎么处理？那是丝袜对不对？新的丝袜。你确定哈？对，没有穿过哈。快点过过内了，就这样洗。哦，我这个动作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会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就是那个里面那个胶质会出来。哦，有了，有一点点了。出来了，你看。哦，有，水开始变得稠稠的。稠稠的哦，感觉蛮舒压的，这样看。以前都是吃过，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。那里面的这些天然的、啊，在外面吃的有时候会有加吉利丁什么。我看里面这边有一点点杂物，那个需要过滤吗？还是不用？它就是这个会凝固的。你会不会弄胶质？洗太久，然后手就被锁在里面。我怕那个。哦，真的变成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再给它挤出来。对。所以这个常温就会凝固起来了、啊、不用放冰箱什么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就好玩了、啊，就好玩了、哦。这个哈、哦，洗过的，你种的时候它变公的哦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有胶质啊，你没有洗过的哈、哦，种的才会生果实，会有那个。没有洗过的是母的，就对。哎，对，洗过的变公的。洗过变公。你看那个水沟旁边很多哦，就是这个洗过的。拿去种啊。艾玉怎么分公母？我们其实听得母煞煞，但是自己洗艾玉真的是新鲜又有趣。力道部落除了有机茶叶，还种植很多高冷蔬菜。在清幽静谧的部落里走着，在一片绿色之中，会让人心情沉淀放松。休息片刻后，整装出发到立松温泉，准备迎接挑战啦！那边还有高好。我现在开这条路，我完全无法想象这里有温泉。就是，你要开进一片世外桃源的一个仙境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就用步行的，用丢带我们去到立松温泉。走，快到了，入口在那边。哎，听到狗叫声，Hello。哎，好可爱啊！那我们部落就是这个山。山的旁边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这边走过去要多久？大概一个小时。啊，快到了，入口在那边。这边，哎，他还没有弄好，也表示我他们的入口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入口。那要戴手套是？现在在部落的话，大概只有200多。可能要握一下绳子啊，或者是可能要扶一下，让手不会受伤。可以摸这个了。这不是普通的陡哎、欸，蛮陡的、欸。这个很斜，这个小菜而已，哎，真正的很陡的，在下面那边。我现在好像还没到最厉害的关卡。可是我，你知道，我原本以为山上会很热，会凉的。会啊，我们部落热温是大概差10度，继续往前走。哦，这个好刺激哦！哇，差不多70度。这个的话，先等他。哦。很小心，为什么？如果两个人，我们不会一起摇来摇去的。哦。就比较容易摔倒。最美的地方总是最难抵达，要探访这处人间秘境，
必须下切到落差500公尺的溪谷，攀爬倾斜70度的陡峭山壁。我们三个步步为营，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。不过听到越来越近的流水声，我知道就快完成挑战。好了，到了，哎。Hello， 看水声越来越大声。哇，到了到了到了！经过层层考验，终于抵达了溪谷，只剩下80公尺就可以目睹温泉了。大叔们，再坚持一下，秘境温泉已经近在咫尺啦！下水了！哇，这个水好冰啊！我的妈呀！哎，还蛮深的耶！哇！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石花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慢点。好了，好像听说过这个弯就到温泉了。一点点，一点点烟。有耶，有耶，走。因为之前听说就是它路程很险峻，真的实际体验到才知道是多么的陡峭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自己啊，我们三个人本身都已经快走到腿软，要去立松温泉多么的困难，那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。有一度就是落单的时候，我还想说这个走错路，那个只能一次走一个人，那个真的一次只能走一个人。对对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立松温泉。对，经过各种挑战，我们终于到达了。我想要泡日本，他们说温泉通常都是从地底爆出来的，他们这个是像瀑布一样，上面从山上滴下来的。我没有看过这种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，而且也颜色好漂亮。对啊。如同翡翠铸成的山壁，还有沿着山壁倾流而下的温泉瀑布，真的仿佛来到了仙境。不过这翠绿色的山壁是怎么形成的？我感到有点好奇。好了，好了，走了，泡温泉了。好了。超佩服马萨老师跟三哥，光对年轻人来说就没有很轻松。马萨老师跟三哥都做到底，绳子抓好。我们这一趟什么都做到了。骑车、攀岩、爬山，然后泡温泉。到这里的水都还是冰的。对啊。温的温的温的，哎，而且还会烫，哦，会烫会烫。这边太烫，这边烫。这边是海浪，这边是比较烫，这边是啊，还有这边还有海浪。我要来泡一下，我觉得这应该用躺的吧。对，因为这边比较浅，我忘了放手。手跟脚有时候不知道放在哪里，因为有又热又冷。哎妈，希望住下来舒服，住下来舒服。你不会烫？会烫，会烫，很热。你看那个烟，哦，我们家温度非常非常高了，这边好烫，我们这边好烫。太冰了啊！太冷，烫烫烫，你最烫了。这要搅一搅吧，综合一下。对对对。这边会不会很烫？不，完蛋。哎，阿虎君，哎，舒服吗？舒服舒服。来，请你们喝。好。帮忙把炒的那个清新乌龙。对，而且这个是冷泡茶。太好了。很适合先生泡温泉喝这个冷泡茶。喝看看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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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上面是绿绿的，然后后方就是这边白色？因为它这个是它天然的那个结晶体。结晶？对，所以它的结晶是属于那种绿色跟那个黄褐色的。
今年哪月布置在上面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他们才说这是全台湾最美丽的野溪温泉，身体泡在热热的温泉，冰凉的饮料，喝到冰冰的饮料哦，绝美。尽量喝，要喝完了，哎，不用再飞回去了。立松温泉一生一定要来一次，你才会知道这里有多美。用汗水换来的秘境之旅，压力顿时获得纾解。在这里，你听到的是虫鸣鸟叫，还有自己内心的声音。胸肌大一点，显得腹肌紧实一点。还要？来不及了。老师，哎呀，这三个，不然三个都是这个好。这三个是为了我累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在做这个？因为待会要泡温泉。要脱了。做温泉需要热身，知道吗？